好，上班，上班了，上班了。你穿这个好好看，这来的，脱下来给我。脱，给。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俩今天都那么高啊？因为这个里面是鞋子高。大家好。不好意思，今天不上班，今天端午节，我们来加班的。我端午节我们来加班。哇，一起问呀。好，开始吧。镭射的举手，还有一个是什么梦幻色？梦幻的举手。镭射它在不同的光下面有不同的颜色，我觉得真的很酷。这个人放在这个里面，说实话这样有点夸张了。你看我们现在穿的这一套照片的衣服色系跟那个镭射很撞，但你想想你换一个颜色的衣服放在镭射那是 OK 的，少数服装都是 OK。 那我们选镭射可以吗？可以。哇，首饰来，宝贝们，我们一起拿起来给镜头看看有几个首饰。这个好，这个大家每个人的表情包已经决定了。我选那个 THE9。 大家比一比这个，这个暴力，来吧，投票吧，从陆克然开始。我就是喜欢这个呀，因为我觉得这是 THE9， 他那个上面不写的意思吗？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而且这也像酒。这个确实很帅的啊，我们是 THE9， 就是很帅，但是这个也可以做得很帅的。就如果按传播途径来讲，确实它。下一个，我选这个，因为这个其实你看啊，大家好，我们是 THE9， 只有这个是个酒，其他都不是。我是 pick 那个大家好，我们是 THE9 这个的，因为这个的话含义也是说它是这样分在一起，就是中国字的那个酒，然后但这个是 THE 的那个 T， 然后这个是一，就是代表我们是要成为第一女团。拼在一起，大家好，我们是 THE9， 很酷啊。我也选这个，因为它寓意首先很好，然后它比较好比。我觉得是这个，因为呢我觉得这些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人会去模仿或者觉得能记住我们，然后 Yes OK 又是我们大家都是能换回他们对我们在亲密的那个记忆。那你做一遍，大家好，我们是 THE9。 大家好，我们是 THE9。 大家好，我们 THE9。 大家好，我们 THE9。 就有就是每一种的那个对这个的不同的，我觉得是这个。嗯，我觉得 Kiki 说的挺好的，我也是选的这个，就是他说的完全就是我想说的，就是 Yes OK 开始，然后我也想说我们这次的开始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然后就感觉我们什么都 OK。 OK 的这个一定是 OK 的，是 Yes OK， 就是你可以做酷的也可以做可爱的，就大家好我们是 THE9， 大家好我们是 THE9， 就很简单，而且三三得九，对，也很明显。对，雪儿，我刚刚选的这个，因为我这个着实是比不来，这个寓意更打动我吧，然后也比较容易就是学得来。直接投票，这仨我都可直接投票。三三的，愿意三三的举手。不举了吧，其实就是我们仨，还有人愿意投要这个吗？第二个这个的举手。我两个嘛，然后这个三票，这个的四票，预言确定了，下一趴吧。粉丝名奶扣，我喜欢奶扣。直接投票，奶扣的举手。奶扣，我其实这两个都行，只要都是奶扣。好，四五票。那我们五票了。奶扣，奶扣其实听起来是可爱的，但我真的喜欢它那个寓意。它的那个是奈加上 echo 的话就是回声，就我们所有的爱都是有回应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可以听到自己心里面的声音。OK， 奈可定了。哇，耶！结束了吗？还有，你们成团也快一个月了嘛？然后到现在你们其实是没有队长的。啊，队长啊。对。就是说，一个女团肯定是要有那种纪律感，你知道吗？所以就是我个人心中比较偏向预言。给预言画个爱心。我觉得队长就是要跟每个人都可以沟通的很好嘛，让我们团可以更有团魂。队长的存在对我来讲更像是心理辅导师的感觉，就是在我心里队长是一个这种角色，所以他要有绝对的成熟。其实 Shaking 蛮成熟的。我这个人很注重氛围，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生活上，只要我们九个人在一起，氛围是最重要的。希望我们这个团就是颜值在线，实力能打，我就希望我们是这样，就是生活跟舞台我们都要在这里。因为我觉得我们团需要平衡，就是在一个极度活跃和极度冷静之间需要一个平衡的存在，
所以平衡的存在的话，分别有我和安琪。我们俩是属于比较平衡的，就是没有那么极度活跃，但也没有那么极度的冷静。我就选我自己，因为我怕没人投我，我很尴尬，我自己要给自己留一票。反正选了我也不一定是我呀。大家都好。刘雨昕每次就是说话很适合大场面，然后还有采访的时候他可以就是代表大家多说一点，适合队长的发言的一些。我之前就想过了，队长就不能过于温和，也不能过于张扬，就是得选一个比较中和的人。而且我们平常跳舞啊什么的他都会一直帮助我们，就是包括上课的时候，而且他都敢去跟老师说他觉得这个动作怎么样怎么样更好。我自己有过成团的经历，也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我也希望在舞蹈上可能其他的方面可以在排练的时候可以有机会能帮到大家。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方式，而且我觉得一定要是民主的，这样整个团才会更加的团结。哇！队长，队长宣言，站起来，表一下决心。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不用表决心，就我们九个也不是很废话的人，对吧？表来表去决心，你真的做到了没有？那是另说了，对吧？但我觉得队长要有一点，他来约束，比如说你一个月啊，组织团建活动，而且我们团建还少吗？当着摄像机的面啊，少，就是要那种全团的那种都交给你了。还有必须就是谁舞台不好，他就得必须得留下来，然后谁做错的或者什么，你就该说也说，没事的。负责舞台，然后让我们大家凝聚在一起，我们的那一起干大事。我们就大家一起守纪律，然后自觉就好了，不要给他这么大压力。我们会帮你的，没关系，你就安心当队长。可以的，安琪。可以的，可以的。安琪可以的，我们都会帮你的。OK， 我们就是 Happy Ending。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HE9。